刚刚警察下令部队前进，刚刚警察
直接往前进，他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逼退，要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。今天他不但不愿意出来面对，而且还主动使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华光社区的居民，来对待声援华光社区的这些台湾的人民。